好的，那我们继续哈，继续来看这个下一个知识点了。那构词法啊，构词法啊，我们已经老生常谈的构词法了哈，今天来继续来讲构词法哈。然后这边的构词法呢啊，我们先来讲派生法啊，就是在词尾加 r 来把它变成一个动词的形式啊。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 adelanto。啊 ，adelanto adelanto 是不是提前哈、啊？提前哈 ，adelantar 啊 ，adelantar 哈、啊，它就是提前的意思啊。这是一个名词，把它通过哈、啊、词尾变成 ar 变成了一个动词。OK 哈、啊，继续看 archivo archivo 档案对吧？啊 ，archivo 档案，然后呢 ，archivar 啊 ，archivar 然后通过把词尾名词。变成词尾变成 r， 把它变成了一个归档啊，变成了一个动词。那、啊、继续 initial 开始开端啊，然后词尾变 r initial， 把它变成了一个动词啊，动词的开始啊。派生法一哈、啊，把名词通过加 r 变成动词。OK 哈、啊，派生法二啊，通过 r。啊 ，ir 这词尾加 ir 啊 ，blanco 白色的白色啊 ，blanquear 那、啊、使它变白漂白对吧？那、啊、洗白或者是漂白啊，然后那个这个洗钱啊就可以是 blanquear dinero 啊 ，blanquear dinero 啊啊，这就是一个罪名啊，一个罪名啊 ，blanquear dinero。OK 啊 ，buzo 啊 ，buzo， 我们把它变成 bucear。注意啊 ，ceda a 的这种写法是没有的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把这个 ceda a 换成 ca 啊 ，bucear 啊 ，bucear，buzo 是什么啊？潜水对不对啊？潜水员啊 ，bucear 就变成了动词潜水啊。OK， 下一个 escaso。啊 ，escaso，escaso， 缺乏啊，缺乏，缺少啊 ，escasear， 啊 ，escasear 就变成了动词的缺少，啊，动词的缺少 ，OK 哈，派生法 ar， 那我们继续哈，哦，还有派生法哈 ，ificar， 啊 ，ificar， 哈 ，claro，claro 是不是清晰的？就是清晰的、清澈的啊 ，OK，clarificar。那 clarificar 我们就把它变成了澄清啊，把它变成了澄清。OK， 下一个 intenso 是什么意思啊？intenso 是紧张的，然后这个紧密的或者稠的，然后程度上这个比较剧烈的哈。OK， 那 intensificar 很好哈 ，intensificar 哈，这个词尾。啊 ，ificar， 然后我们就把它变成了加强或者是加剧，好 ，OK，momia 啊 ，momia，momia， 还记得 momia 是什么吗？咱们上一节课学的是埃及对不对？啊 ，momia 是木乃伊哈、啊，木乃伊啊，木乃伊哈 ，momificar，ificar，OK， 那在这里面就把它变成了使它成为干尸，使它成为木乃伊，那、啊、OK 哈，派生法哈 ，ificar。那、继续哈，派生法还有一个啊 ，ethar 啊 ，occidental 是什么意思啊？西方的对不对啊？东方的是 oriental， 新东方 nueva oriental 哈 ，OK 哈 ，occidental 西方的哈 ，OK 那然后通过变成 ethar 哈 ，occidentalizar 把它变成了使什么什么化啊，使西方化啊，再来一个。profundo 啊 ，profundo 是深的、深沉的，对不对啊？然后 profundizar 啊，通过加 ifar 把它变成了使加深啊，使加深。OK，real 现实、真实啊 ，realizar 把它变成了使成为事实，好，对不对啊？使成真，使成为事实。OK 哈，这个是派生法。那、然后再来一个 vigor 啊 ，vigor 活力、精力，对不对啊 ？OK，vigorizar 啊，使精力充沛。啊 ，OK 好。
啊，然后继续啊，派生法 faire 啊 faire flore flore 是花对不对啊 flore faire 啊 flore faire 变成了开花或者是繁荣啊，本意就是开花啊，然后呢啊引申意变成了繁荣。OK， 乌梅豆，乌梅豆是什么意思啊？乌梅豆潮湿的，对不对啊？湿的哈，乌梅的塞了啊，乌梅的塞了，变成了哎弄湿或者是使湿润等等等等啊。Oscuro 是暗的颜色，暗淡的深的，对吧？啊 ，oscuro 塞了啊 ，oscuro 塞了，把它变成了一个动词哈、啊，就是使变暗或者是使黯然失色哈、啊，引申成了使黯然失色。OK， 派生法还有一个 ir 哈 ，parte 部分，对不对？名词部分 ，partir， 那把它变成了动词，切或者是分，然后最后再来一个 recibo 收据，对不对？啊 ，recibir， 啊，把它变成了动词，接收、收到。啊 ，OK， 哈，派生法 ir。OK， 那我们继续看哈、啊，下面的复合派生法啊，复合派生法其实就不是。简单的通过在词尾添加什么把它变成这个动词了哈，而是前后都有啊，而是前后都有啊，前面加 a 后面加 r 的这种啊 ，gordo 啊 ，gordo 是不是短的啊？短的哈啊 ，agordar 哎 ，agordar 就把它变成了缩短啊，缩短啊。然后呢 ，nr 就是通过前面加 n 后面加 r 啊，来一个例词 ，arbol 是不是树的意思啊？啊，树哈 ，OK，en un arbolar 啊，同前面通过加 n， 后面通过加 r 啊，树 ，OK， 我们把它理解成树立，对不对？哈、啊，高举耸，哎，树立或者是举起什么什么东西哈，那、啊、OK， 然后呢，前面通过 n 后面加上 fer 啊，例词 rigo 啊 ，rigo 把它变成 enriquecer 表示变成了使富裕啊，使发财。啊 ，Rico 是不是有钱啊？啊 ，Enrique Fan 哈、啊，所以呢，西班牙有一个著名的这个歌手哈、啊，你们中文呢，我们管他叫安利奎哈、啊，他其实他的西班牙语呢叫做 Enrique， 他叫 Enrique Iglesias， 啊，你们可以回去那个QQ 搜一下他的这个，QQ 搜一下他的这个歌哈 ，Enrique。啊 ，Enrique 呢？我们管他，我们这个我们学西班牙语的人哈，管他叫把给他起了个小名哈，叫做旺财，啊，旺财，啊，旺财就是对吧？啊，使发财嘛，对不对哈？所以呢，我们管 Enrique 叫旺财哈。那如果说在座的下面有同学的西语名字是 Enrique 的话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、学西语的人可能会拿这个笑话来笑你哈。啊 ，Enrique 叫旺财。OK 啊，最后再来一个哈啊，前面通过加啊，后面变成 affair 的这种哈 ，tarde 是不是晚啊？下午啊，晚啊 ？OK 哈啊 ，tarde affair 啊啊 ，tarde affair 变成了动词，黄昏降临哈、啊，夜幕降临啊，太阳落山都可以。啊 ，tarde affair 啊 ，tarde affair。